实魏影片担心的是神仙并不是一个热门的 IP， 怎么讲述才能让当代的年轻观众接受呢？其实从第一眼呢就可以看出是用了心的作品，玉垒、神荼、燕游神、巨灵神以及天庭众神的形象都很符合中国传统神仙的样貌，动静自如，活灵活现。稍微有点年纪的观众啊，小时候一定都接触过年画，不难看出影片的还原度和主创的诚意有多足量。小门神的叙述格局横跨神界、人界与魔界，说的是时光荏苒到21世纪，人类文明高度发达，俨然不需要神仙的庇护了。天宫是经济凋零，众仙人心惶惶，担心过期失业，跟经济危机来临时的大公司颇有相似。这个设定不但脑洞够大，而且跟荧幕下的世界产生了对接。试看如今还有多少人逢年过节求神拜佛的，又有多少00后对那些神仙和他们的故事耳熟能详呢？在变与不变的思辨环节，影片的分寸感呢也拿捏的是相当好。许多作品处理这个主题总是简单粗暴，要么强调返璞归真，先进科技当代时尚都成了邪恶的帮凶，要么提倡丢弃陈规俗套，适应新世界的脚步，总之呀，都有一点一刀切。而小门神的利益呢，是在两者之间做出一个平衡，一方面我们不该遗忘那些守护过我们的神仙，不该丢弃用鞭炮驱散年兽的传统习俗，另一方面也要懂得与时俱进，老汤面要做出新味道才能吸引顾客，神仙们也要创业才能在天宫有立足之地等等，三观很正也有现实意义。片中的神仙啊，虽然都是以成人面貌和思维出现的，但在某种程度上呢，与孩子们有着心意相通之处，他们要尝试打破一系列的规则，比如不得与凡人说话等等。在孩子的眼里，天宫的森严戒律无异于条条框框的家长规范，而最后天宫解禁鼓励自由创业，对孩子来说呢，也象征着放下包袱，应该能欢欣鼓舞，大有共鸣吧。视觉上的表现是十分惊人的，绝对可列入国产动画翘楚。大篇幅的打斗既有清晰明了的一招一式，兵刃拳脚相较有高来高去的法力比试，光芒万丈。印象深刻的如玉垒与花仙的雪中一战，两股气劲纠缠，花瓣漫天狂舞，刚柔并济，美不胜收。小女孩被群犬追逐，用一整段长镜头呈现，扣人心弦又无炫技之意。凌霄殿全景犹如史诗篇拍古代城池，气势颇有磅礴。人间放飞孔明灯，随风潜入夜空，一路登临仙境也是一曲视觉华章，有一种羽化登仙般的空灵之意。片中大场面云集，那些元素繁复才是精良的特效，是大多数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的。而除了这些较为显性的视觉成就，影片的视觉质地可以从一些小细节中窥出，比如它尽量的避免台词，让画面自己说话，用角色舒然的动作，错愕的神情，而不是天哪怎么会这样来说明一切。雨点悄悄地打在小镇的石阶，世界是一片静谧的画面，犹如世外桃源般悠然娴静，意境不能更赞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主题曲是朗朗上口，出场之后啊，一直回旋在脑中，预计会火上一阵儿。影片专门穿插了一段 MV 来传播此曲，欢歌热舞之余，对情节也有作用。通过歌舞间的小冲突，给几位主要角色的性格都添了一把柴火。虽然影片设定的是万圣节，但人人身着中国传统 cosplay 打扮，其实是用一个舶来节日做伪装，烘托出家家户户过大年的中国节气氛，安排上非常巧妙。最后呢，小半要说的是呢，小门神的成功告诉我们，选对一个配音阵容对动画片是多么重要。反面例子就不举了，我们都清楚多少国产动画被明星配音什么的生生弄成了尴尬的笑话。本片的高晓松呢也是明星，但他音质醇厚，腔调地板，考虑到本人与角色的形象趋同更是贴合。他们有着职业配音演员的素质，又体现出娴熟的互联网审美，字正腔圆中淡淡流露出的吐槽意味，分寸感极佳。在这个传统配音演员逐步凋零的现状下，也许这一代的网络配音高手的崛起代表着电影业配音的明天。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，关注速电影，
听小半讲故事。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。